软磷脂1200毫克软胶囊，神经系统支持。产品描述：天然存在的磷脂酰胆碱，支持大脑和神经功能。脑非转基因软磷脂软胶囊具有磷脂酰胆碱，它构成了我们大脑和神经系统的主要部分。软磷脂还具有天然存在的必需脂肪酸和肌醇，软磷脂有助于乳化脂肪，使它们分散在水中。建议用法和储存：每天服用3粒软胶囊。补充事实：服分量，分量3软胶囊，每容器胶囊33，每颗分量%每日价值，%每日价值基于2000卡路里的饮食，每日价值未确定。卡路里30，总脂肪2.5克，饱和脂肪1克，多不饱和脂肪2克，大豆卵磷脂3.6克，3600毫克，磷脂酰胆碱500毫克，其他成分：软胶囊、牛鸣胶、甘油、水和大豆油。非转基因大豆中的大豆卵磷脂和大豆油，未使用酵母、小麦、面筋、玉米、牛奶、鸡蛋、鱼或贝类成分制造，在 GMP 设施中生产，该设施处理包含这些过敏原的其他成分。注意，仅适用于成年人。如果怀孕/护理、服药或有健康状况，请咨询医生。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。本产品可能会发生自然的颜色变化。开封后请存放在阴凉干燥处。自1968年以来，家族拥有。由这些声明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估，这些产品无益于诊断、治疗、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。Click subscribe to Users Productions YouTube channel.